了可以养鸭、养鹅、养鸡的地方，就是在那一块，它整个都做成封闭的了，所以很像。前屋主肯定很喜欢，咱们园艺区们的一些四季，栀子、草叶，还有果树、鲜花，还有一些沙漠植物。 我们现在一起参观一下主卧。我最喜欢的主卧，第一件事要看它的 closet 在哪儿，看有没有多大。嗯，厕所。在这儿呢。No, over there. 哦，两个。对，这个是你主卧的。这个、啊，这个够大，这个还行，还是蛮大。一个到了主卧，先看 closet。哇塞，看它的淋浴房。 俯视整个后院。妮娜，你看看这边。Aged on the lees, it's done partly in steel tanks, partly in French oak. It breaks out, so it's more natural, organic, but limited in supply, so more rare and valuable. How many months in all? Let me see. Well, 13 months. 13 months in all. Fresh oak? Mm-hmm. Yeah, about 40% is done in steel, about 60% is in French oak fermentation. Sure. 我以为我会不会喝手气呢？到后面这个干苦的，有点那个甘草和底片儿的那个。因为我想到白葡萄酒就是特别甜的那种。那种，我们讲一下喝酒的时候要怎么去品这个酒。我们首先喝酒吧，比如说白葡萄酒倒出来了，我们要怎么去尝它？我们先让它晃一晃，让它的味道出来吧，看看这个味道啊，晃一下，然后呢，就闻一下它的味道。 尝试你的想象力去闻它的味道，这很明显的这个梨的味道呀，还有梨的味道，梨的味道啦，苹果的味道呀 ，apple 的味道呀，然后花香果，就它味道很冲。那红的它也会有，一会儿我们喝红的，然后呢，我往里喝，大口喝还是？先小口喝一下，然后在你的嘴里面。 尽量让它接触到水所有的地方，前面、后面，然后上面，然后慢慢尽量适口一点。前面很酸，后面很苦。这个酒，你喝到和你闻到的味道一样吗？当然不一样，闻起来闻起来这个味道很浓的水果，但喝起来不是那么。 酸酸苦苦的，但是层次感还可以，有一点点甜，什么叫层次感？层次感，就是说，层次感就是说，当你喝这款酒的时候，你的舌头前面能感觉到甜味儿，这是舌头的感觉。那这侧面是酸味儿，然后整体是涩味儿。那它的但是红葡萄酒里边没有单宁。 白葡萄酒里面没有单宁，它是无色的，所以当你开始的时候觉得哦有一点甜味儿，然后你感觉哦它有点水果的味道在里面，然后慢慢的你最后我喝到了一个甘草和这个苦苦的味道，然后它这里面刚才它说有多少13个月是在 French oak 里面，那说明咱们能喝到一点它在 oak 里面发酵出来的一些发酵的味道，还有就是桶带给它的味道，不是只是水果味。 我觉得，因为它用的葡萄品种不是我们平时用的那些，它这个葡萄品种本身就不是水果味很浓的葡萄品种，就是我们外面用的那些商内的葡萄品种，那个味道就很水果很清新，它这个葡萄品种就应该是有一点点苦的那个味道。哎，别说，我现在嘴里没有一点。其实苦到最后甘甜，后面它散发甜味。下一杯吧，咱们要去好几个酒厂了。一个酒吧，然后我想尝尝它的100%的 take， 有一个是需要2个 take， 就是说我们少了一个机会去尝另外一个酒，所以还有一个他就推荐我们喝的，但是他有另外一个100%的 take。 也是很好的，所以我想说这两个到底哪个好？那只有两个分着喝才能，两个同时喝才能喝一起。Syrah on the left. That's 100% Syrah. Why does Syrah usually Syrah supposed to be like purple, more darker in the color? We have a more oxidative, reductive style to the winemaking, so it kind of just creates a little bit more of that color through aging. But yeah, you can blend. Sometimes people will blend in Petite Syrah with Syrah to make it a different color. But we just do it purely by itself. It's not blended at all. 颜色好浅哎，纳帕湾地的酒全部颜色深深的那种，他们家的酒就像那波尔多 style 那种，浅到不行。这家好浅哎。 我觉得他这酒鬼都直接拿过来就喝。这个有腥味儿的那种感觉，这个它是刚开瓶。那个，还有，这瓶Syrah用了2个，我们用了2张 take， 真的想骂人。 跟拿帕湾地的酒完全不一样，人家别人都是一个 taste， 我们取着2个，再配这个。你先确定你左手喝的是什么，右手喝的是什么，不然我抢了半天我都不知道在抢什么。看到我们酒鬼都这样。 也没办法摇了。他的 Robert 会觉得 Temecula 的酒缺少了很重的那个水果味，缺少很多，就是它更多是红色水果的味道，一点黑色水果的味道都没有，就是更偏向于像意大利酒。这酒要是配个披萨，应该是好喝的。但我们这样干喝是真的不想再喝第二口。可是这个喝起来感觉特别干，这个干是怎么出来的？感觉喉咙它就是这个葡萄，就是它这个葡萄品种在可米卡拉种出来的就是这样，它没有足够多的日照，这边的日照是完全没有的。你跟他们还是看的，虽然每家都知道，上大学期间疫情都会有一次，一次吗？哦，这是。真的是这是我们刚。因为我那阵不喜欢喝酒呀，明明是你喜欢喝酒，好不好？你喜欢喝酒，你现在还在卖酒，太奇怪了。我不喜欢喝酒的，现在变成天天带着他喝酒了。对，不行，以前都是我侄儿他过来陪我喝酒，陪我喝酒，完了我不喝酒，喜欢喝酒。结果现在经常他跟我说，什么时候咱们去喝酒？哎，我要去哪里面吃 tasting 酒，你要不要跟我一起？现在都是这样子。这个世界变化的太快了，对，感觉已经就是好多年了。我们应该有空应该回学校去看一看。带着酒回家，回学校野餐。酒仙小姐姐跟我是大学时间的同学，我们当时是一起收经济系的，然后我们当时都是一起抱团上课。我是抱她大腿的，我们互抱。没有她，我毕不了业。然后我们每天中午，我觉得我们两个最牛的一件事儿，我们两个居然坚持了大学期间每天中午香巴汁草，然后喝果汁。果汁是什么概念？就是天天吃那种绿叶青菜，没有任何主食，然后配一杯橙汁，做到的天天都是这样。两个人还乐此不疲。是啊，现在很怀念。如果再看到张巴汁，一定会买同样的。前两天喝张巴汁就给我发了个照片，看到那个当时就心里五味杂陈，一下大学期间的那个回忆就都有，一波回忆来干一波。终于有机会喝酒了。我刚想说你随意，就这么点嘛。为了我们的回忆啥？京味儿，这酒是刚开的。我这是另一个。我们俩刚才喝了不同的。我们俩喝了不一样的酒。闻一下吗？他那个是100%泰。我们的摄影师已经按耐不住了，想要把我们的酒喝掉。And the champagne? The champagne wine. Okay. One chocolate, one champagne. Yeah, we're gonna share this. Perfect. Any food yet, or you? Yes. The brie. Yeah. Oh yeah. The oldest item on the menu is really good. And the calamari. And the goat cheese. Okay. I will get everything started for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刚才我跟小姐姐一起喝酒的时候，我拿起来一饮而尽，然后我看小姐姐在，然后我就一瞬这样好尴尬呀！我该怎么办？等我装模作样的一下子。这就是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养老的好，那你养老什么地方？我要去纳帕，我要去那儿开公园。我要买一块地，然后我们家后院自己种。 自己种葡萄，自己种葡萄。去首先了解一下清酒。因为这个国际不了的时候，我知道清酒这个没有什么事儿吗？就是好不容易抖音到了1万的粉丝，然后就突然就被封号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做了3个月吧，4个月。做了多少个？100多。加的微信，客人刚刚开始多起来，然后最近微信居然把我一个那个限制，然后好多客人就跟我说：“哎，你是不是骗我？我没给你发一条信息，然后你微信就给我提示说你这边有那个欺诈行为，然后搞得把我客人吓跑了。做个自媒体容易吗？Thank you. We'll put it right in order for you. On the champagne, we recommend left to right, starting with the driest first. Okay. On the chocolate, they're all sweet, so it's however you want to drink it up. They'll be back in the next class. Oh, sweet. 他刚才跟我们说的是，先从最不甜的到最甜的。香槟不需要摇，香槟不需要洗，摇完它本来就有气泡。如果要是很好的香槟，它会那个气泡会嗖就上来了，你看都没有什么气泡，你能看上去的气泡。对这个香槟，我觉得是不好的。这个有点像那个超市买的酸酸的那个茶。 你不觉得一会儿乱烫吗？你现在喝一甜的，然后你这边喝酸的，你能喝出来什么味儿呢？不能这样喝吗？你当然不能这么喝了，亲爱的。但是你这 whatever you want， 因为你这全都是甜的，你怎么喝都没事儿，全都是甜的。这样子啊，这个是 piece of chocolate， 然后 piece of coffee， 这里面有放 coffee， 这里面是 piece of 薄荷 mint。 然后这个也是巧克力，这里面也是巧克力，这个没有奶，这些都是带奶的。然后最后一个 strawberry， 最后一个是，哎呦我的天，看着就头晕，喝不完，喝完了我们就直接躺着回去了。这么个混酒方法，实在也真的。那你平时学会？ 我平时就尝一下，如果爱喝多喝两杯，不爱喝完全就吐掉了。其实酸酸的，真的挺酸。你觉得如果以处女座来讲，红酒这些酒里面有酒？那当然一定是选这个啦，酸的那么刺儿。我说我自己了，肯定不是这种甜的。双鱼座像我双鱼。 是吗？那么 sweet 吗？对，你是比较 sweet， 想的比较周到，我不能这么喝。哎，喝完了。Okay, 终于有喝的了，这是你的那杯吗？好重要。这是什么玩意儿？ And the calamari. Let me move this. We need some more space here. You're welcome. I'll put that right there to the side. 哎呀，我要吃了。我们是下手吃吗？直接下手吃。那伙食也太不文明了。这个，哎呀，找不着了。这也是什么？ 不知道，这个是山羊 cheese， 你点的根本就不知道嘛。Goat cheese。还有蜂蜜比较好。山羊 cheese 很好吃。我有一种这个，那你觉得这个搭什么吃？今天你说这个，啤酒啊。我们现在就这么点选择，没啤酒。嗯。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像这个味道，这两个会比较配，因为这些太甜了，这些都太甜了。因为它是用来配，当然这些都是 appetizer 对吧？嗯，就是下酒菜。你爱吃涮羊肉？我最爱吃涮羊肉，我也爱吃。 这是什么呀？什么饼？披萨饼。那我们要这么切吗？你就拿着吃吧，好几块呢。直接下手呀？你就上手吧。感觉我们没有点太多，一上手那么多呀。 多少三个啊？啊，好好吃！那上面一堆的 cheese， 你也是 cheese， 奶甜奶甜的，奶油的感觉。啊，这个不错。哎，那你平时自己在家做吗？香吗？肯定也不错。我只有开会的时候才会配吃的，一般自己睡觉前或者我晚上在家工作的时候就干，越活越精神。 酒仙小姐姐开会，我是喝着酒开的。Thank you。嗯，我现在开始终于理解了一点，为什么你们看电视剧里面的这些，在 office 里面，就办公室里面，有的人，那些老头儿，有事没事倒他自己那个小吧台会倒威士忌，很少有人倒红酒，对不对？因为我发现。 我就是只要到晚上喝一点点威士忌的时候，完全不困，比那个咖啡达到的效果还要好，就是越喝越清醒。到最后我一两点钟还能在工作。第二杯是我看一下，还是香槟，没有刚才那个酸涩。用闻吗？用晃吗？用吗？不需要。还是用 Pinot Noir grape， 一般。 好一点的香槟都会用 Pinot Noir 的 grape 去做，因为这个是红葡萄酒，Pinot Noir 是红葡萄的一种，它是去了皮才做成的这个，所以这个颜色你看，对白葡萄酒是白葡萄酒是不对，哇，什么呀？哦，是 cheese， 里面全是 cheese， 哇，难怪会很好。 吃，哎，我觉得你们直接崴就好了，简直就是肥到没朋友，肥到没朋友的事，没事我有你。嗯，他是用职业病先闻闻，它很重的核桃味儿。 它里面有做核桃打成泥做，特别的，没有人敢搁这么多的 cheese 和奶油放在里面一块儿配，它也太多了。我就敢呀！那这你的你咋回事？这东西它超料足的是吧？你还记得我在你们家曾经从中午12点活活看你吃到了晚上8点，居然没停，还屹立在那儿又边吃边喝。是啊。 还有的，一般有可能是没有呀，那是没有呀，实在是楷模呀。我最近秒杀零碎的烩炒饭，你说的好炒面我吃。炒饭也吃过，有一次吃过一整盘。 就这种大盘儿，啊，那也太多了吧？那他们都没有吃的吗？你胃口太好了。我以前经常跟他讲，我说我带他出去吃饭，我们去外面吃饭，我总感觉我带了一个军团。你最多能吃多少的？外面吃多少？那这叫少了呀！我靠，这肯定是啊，什么？ Piece of chocolate。除了吃的是咸的，就是炸的。你现在吃这个味道不对呀、好像 ice cream。这个像我们在配 ice cream， 其实我们在吃 goat cheese。我觉得它是那个 goat cheese。我觉得所有的 goat cheese 都是好吃的。但是这个比较硬，一般 goat cheese 不是很硬。它这个酸味重，有 goat cheese 那个奶味和那个。这个时候就是需要享受一下。 生命里面是不只是有这个工作和我很多时候，就比如说像去downtown LA 的地方，比如 71 Mall 那种地方，我根本都不会自己去，也不会约会去，反倒是工作请我到那边去。是啊，才会去。很多情况都是因为到downtown拍摄了，我才会去找一个很好的地方从来都不会因为自己。刚才我们主持人小姐姐聊过，她之前第一套房就是上面有一些风水的问题，然后那个风水不好，就致使这房子不好卖，而且是屋主在里面也不太好。讲一下。然后那个屋主他就给我贷款，让我去买他那个房子。但其实我原来根本就不相信风水这一块事儿，但是我应该是2016年1月1号拿到的那个房子，然后刚拿到我就没有立刻进去住嘛，我就带我爸我妈去游轮了。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水性很好。去游轮的时候，曾经我们住在那个最高点，去那个房子。然后我想说，我跳下去应该没事儿吧？就是在游轮上的最高点，你能想象那么高，然后跳下去。然后后来我们就出海，它有一块地方是很浅的，是可以摸到鱼的，摸到那种大鲽鱼。然后我就去了，但是因为那天有预报风浪，一般的旅行团都没接我们，然后我就私自报了一个团到那儿，私人团。结果呢，那个就是整船的人，就是我们是下去看鱼，我要买那个 snorkel， 就那个自己呼吸的那个东西。然后我左手拿着 camera， 就是那个照相的。 左手拿着这个，右这样带着 snorkel， 我自己就跳下去了。整船的人还都在船上，就看我自己就下去了。我就觉得反正我会游泳，我水性很好，从小都会游泳。我下去了之后就那个，然后就看鱼嘛。但是我从来没有潜水过，浮潜都没有，我不会用那个 snorkel。所以当我看完鱼啊，好好看，然后一抬头觉得我自己没办法呼吸了。 然后就试着呼吸，后来发现我没办法呼吸，就一直呛水，我不知道怎么养那个东西。结果我说那算了，那我不用了，那我就自己游吧。后来我发现，就你每次一抬头一个浪扑过来，每次一抬头一个浪扑过来，我觉得我靠，我不行了。然后就赶紧我说这个时候我要镇定，然后就游了2下，不，最关键是我一抬头船没了。 什么？真的是因为它是风很大，浪很大，就是在我不知不觉那看鱼的那大概有7、8秒的时候，再一抬头船没了。你知道那个时候是多绝望，然后一抬头我想说船没了就船没了，反正我爸我妈在上面，那我就游几下，我镇定一下，然后一看哦看到船了，然后我就喊爸爸，然后喊别人不管用，他也听不懂，其他我就喊爸爸，还好我爸在船上看着我，他就往我这边。 就一下子游过来，但是他游过来，他扶着我的那一瞬间，大概他也没劲儿，我能感觉到。我说，然后我就说，我就不使力了，毕竟他力气比我大嘛。但是呢，我能感觉到他能划了大概5秒到10秒，他也没力了。我就开始喊help，然后我就听后来那个船上，我妈在船上，就听那个船员就是从船最尾处像箭一样搜过来2个船员去拉着我们上船，到最后就是那个楼梯。 没有上船的那个楼梯，我到那儿我说你们谁都别碰我，让我玩儿。很夸张，就是我这房子我还没进去过，就是我还都没有。你买了房子多长时间？就买完房子我就立刻就去那个。哇，挺可爱的。他房子是带这种气场。 但是带那个，而且后来我在这个房子里半年之内，我狗死了，被那个野狼给叼走了。半年之内，我狗死了，被那个野狼给叼走了。今天有一只追出来的小狗叫 Cody，那也让叼走了，然后我在那杂货里的生意也赔过钱。对，被偷到了2次，然后最夸张的就有一段我这个人精神都不好，就一连串发生这些事儿，我整个人精神不好。我到加油站加完油之后，胖我没拿下来。然后就把人家胖，对呀、啊，然后把人家胖给撞掉了，就拽掉了，就我开着就往前开着，然后那个东西就掉了，又赔他钱。没有多少人吧，一两千也挺多，挺多的。但那个时候对于我来说真的挺多的。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风水是怎么样的？他们有一条主干道，就是在山下直冲他们的房子，就是我们房子和主卧的那个窗户，冲的是主卧呀。我住主卧。因为我是楼主，他直冲我的窗户。那他直冲他们楼主，所以之前我在风水讲过，这个叫屋冲，这种房子是很煞。这个推我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因为我是一个完全不相信这些人的人，在我身上我命算很硬的人，在我身上，因为我进去我的车和库的车都被碰过，没伤亡，只是说被擦碰。那是因为因为你命硬，因为我觉得我命硬，但是后来。我发现越来越不对，越来越不对，到处都不对，所以就我说那我赶紧开上去，因为只要我不住在里面就没事儿。你投资房可以，因为现在我卖了，我后来的那个买我房的人，他就拿这个房子做投资，因为我这房间很多，他的投资回报率其实挺高的，只是说房主花钱的这个人一定不对。就是这样，我拿一杯，然后跟你。那我只有5杯呀、啊。你嫌少吗？来浪费什么也不能浪费酒。不是你也是5杯。来干杯！感情生意挺好。喝完了，直接就那什么了，来。第3杯了，哎，是第4杯了，第4杯了。这个杯好大呀！干了。哎呦，最后2杯，最后1杯。好喝，好喝吗？这样了，好喝吗？他把好喝的都喝了，好喝。好了，我们可以走了，撤。他对着你走吗？那我们俩，来吧，快点，你在我后面走。来了，滋滋的装修。他们吃这那也没串儿，我们自己回家烤。耶，我们俩完全不在一个频道。